带大家去看《猪八戒》，上一次我原本想去看的，但是时间不够。今天我没有那个银行，我记不得那个银行叫什么名字了，所以下来确认一下，填那个银行卡信息。今天的话有时间，等一会儿我们就去看看。现在下午2点多，我早上到现在饭都没吃。你看我点了2道菜，漂亮吧？好看吧？老板，我看下拖拉机。市区的，他们不是说要装3万几、3万8的呗？比较大的。总之呢，能打的。啊，打的嘛，挂悬空机嘛。能挂悬空机。你打的了。那不少，大龙滩的。大龙滩，你是打地的，都是啊。打地不就多高级嘛？多干机嘛，反正我也很懂啊，就来看一眼。我家有拖拉机，就给你买了。那个稍微要贵点，7万多。阿哥肯定7万多嘛，不用不用，那个不用7万多，那款我等下上去给你看一眼。然后你要选的话就选这种，250的。好多一台这种。250啊。都是有那么几部天的吗？都有几部天的。累我，欧巴。25,396。39,600加。我这边没穿龙啊，穿龙好像好使呢。穿龙只有1小时，多钢机不得行。多钢机。你放心，多钢机的话，这个牌子很好的。哦。比穿龙要牌子要好些。250，250意思这是20多匹马力啊？它是多缸机，三个缸的，然后有差不多接近30个马力。瞄一眼驾驶座，4个灯。1万多，补贴那个钱是政府返给你们用户的，不是返到我这儿来的。就是我这儿钱全款交了，然后政府你去把手续办了，他会打钱给你们的。是这种。39,000啊，专门是一个脑壳哟。你觉得是39,800的那辆好呢，还是58,000、68,000那些40几啊，或者580啊之类的好呢？那些是四缸机。我想换一辆大点的拖拉机。我们种烤烟的需要大拖拉机来拉烟，这样呢安全一点，给力一点。喜欢小高给小高点个赞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